细看他的表演哦。好，我们现场所有各位长官、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谢谢大家来到这边参与我们今天这个非常棒的活动。那接下来呢，第二个魔术呢，就是要送给大家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魔术，它称之为“梦想起飞”。掌声鼓励一下。有小朋友说，因为我秃头，所以我要戴帽子。没有，我没有秃头，不要乱讲话。来给大家看一下。好，这样我比较好变魔术。来，这边有一个桌子，为什么它叫做梦想起飞？你们知道吗？不对，因为上面有一个瓶子，这是花瓶，它是用来放什么的？你们知道吗？不对，它是用来放梦想的。所以现场所有的小朋友，帮我一个小小的忙，一只手举高，给我一个五。哦，长官也可以一起啊，哈，谢谢你们。
来，等一下，心中许着一个专属于你们自己的梦想，数到三的时候把它紧紧抓住，准备一、二、三，抓住了吗？好，非常好。等一下呢，倒数三二一，把它丢进来啊！三、二、一，丢，非常好。后面有小朋友丢到我脸上了，下次丢准一点，好不好？喂，好，来准备了哦。这边有一个花瓶，再加上一些叶子。如果通常看到这种时候会想到什么？上次有人跟我说他会想到观世音，不要乱讲话，放上去，检查确定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刚刚许的愿望不是没有用哦，它就会变成神奇的力量，蔓延到这张桌子里面。准备了哦，三，这首音乐重播就可以了。二，一，这时候最神奇的是什么吗？最神奇的是现场这么多人，居然只有几个人拍手而已，真是太神奇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飞高高，飞得越高，小朋友成绩越高，慢慢的飞下去。来，后面的小朋友给你们看一下。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桌子有点调皮，更高一点。长官，你摸看，真的是很轻飘飘的感觉，对不对？哦，轻飘飘的感觉，哦。掌声鼓励一下。好的，祝福我们现场所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所有长官刚刚许的梦想都能够梦想成真，理想实现，谢谢大家。我是今天为各位表演的魔术师丁丁哥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魔术师丁丁哥哥精彩的表演，请大家再一次掌声感谢。会发科工馆透过学习即是乐的活动概念，持续对偏乡儿童关怀，鼓励善用社会教育资源，增进学校教学的实际成效。感谢中华电信、台湾电信协会与科工馆共同扩大举办偏乡学童户外教学知性之旅。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各位贵宾及小朋友前来参加这个活动。首先，我们要介绍今天参加典礼的贵宾们：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运处孙明元副总经理。雄市山林区上平国民小学刘俊南，陈龙斌校长，对不起。高雄市内门区木栅国民小学刘俊南校长。高雄市内门区西门国民小学王宏章校长。高雄市大树区乌山国民小学洪丽琴校长。高雄市美浓区福安国民小学庄中林校长。高雄市美浓区龙山国民小学陈永宏校长。孙副总，还有我们在座的六个国小的校长，
还有我们带队的老师，还有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好，谢谢。首先我代表我们科工馆欢迎各位小朋友，还有我们各位老师、各位校长们来到我们科工馆。在这里还要更要感谢我们中华电信这个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哈。科工馆哈，今年25岁了。那在我们这个25岁的成长过程当中，中华电信就陪伴跟我们一起成长了18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透过了一次一次的特展，以及中华电信的信任，把他们非常珍贵的电信文物留存在暂存在我们科工馆。所谓暂存，意思就是说，中华电信这样的一个悠久历史的机构，他们的文物其实也有他们一定的保存计划。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科工馆我们跟他们一起努力，先把这些文物做了妥善的分类整理，然后也帮他们暂时的来做保存。但是我们期待有一天，它其实可以真正留存在我们这个科工馆，因为科工馆作为一个应用科学的博物馆，其实是需要各界的支持。那也非常感谢中华电信这一路以来跟我们一起成长。那中华电信作为一个悠久历史的企业，其实一直对于我们偏乡的服务是不遗余力的哈，特别是我们的电信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设备设施哈，它是无远佛界的，只有透过这样的一个科技，才能够让我们天涯若比邻哈。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小朋友们来自我们高雄地区哈，这个4个，不好意思，我虽然生在台湾也有一定年纪了哈，我还没有到过这几个乡，这几个区啦哈，因为这个，但是我相信哈，我在很快的时间内应该是有机会去拜访各个区哈，因为之前我都在北部服务嘛哈。那今年9月份来到这个高雄地区哈，那现在还在熟悉我们馆内的各项业务过程中，那我积极的也希望能够跟我们这个区域内的各级学校以及我们各个机构能够有更多的连结哈。那所以今天再一次的欢迎我们来自高雄市4个区。内门、三林、美浓、大树6个区的国小师生，总共391名的师生来到我们科工馆。我们也安排了一整天非常丰富的这个学习之旅哈。首先当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电信 at 台湾的这个展厅，这是我们18个常设展厅当中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精彩的一个展厅。它从一开始，我们有14个展区，从一开始入门到从1877年台湾开始有电信这样的一个电话通讯的这样的设备设施开始，一直它其实跨越了3个世纪，也就是19、20跟21世纪，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展示厅。我相信各位同学一定可以在里面学到非常丰富的我们电话通讯等等的一些知识。那另外我们也还有这个 3D 的大荧幕电影院，还有我们动手做
就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创客工厂里面动手做的一些实际可以动手做的东西哈。所以相信同学这一整天的学习啊，一定会收获满满。再次感谢哈各位带队的校长、老师以及各位小朋友，希望你们今天都可以非常的收获满满。那感谢我们中华电信哈，这个高雄这个分处哈，我们这个孙副总的一个支持啊，谢谢各位，祝福各位身体健康。谢谢，我们邀请贵宾致辞。有请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运处孙明元总经理为我们致辞，欢迎孙总经理。跟主持人更正一下，我还没有升官，我是副总，抱歉。是謝謝副总经理。谢谢哈。首先呢，很高兴哈，那个我们李馆长，我们那个六所国小的校长。还有各位老师，还有我们各位可爱的小朋友，大家好。首先哈，欢迎你们哈，那个今天呢来参加我们中华电信跟科工馆共同举办的爱心零距离喷香活动——电信科技之旅的参观活动，很欢迎你们哈。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哈。只要能够离开教室不上课，到外面去参加自强活动，我都非常的高兴。各位小朋友，今天高不高兴啊？高兴哈，高兴。OK， 因为我也是来自冈山哈，所以我发觉可以跟在地的这些小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些乡亲一起互动，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知道哈，电信科技大概从电报发明，摩斯发明电报，然后接下来贝尔发明电话，大概还不到180年的一段期间，它的发展可以说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哈。那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把它写成书本的话哈，可能堆起来都比我人还要高哈。那叫我们去读那些书是一件很枯燥无味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能够有今天的机会来现场体验，等于是胜过读那么多的书哈。所以今天的参展是一件很，我是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也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哈。那我们台湾的电信发展大概是从1877年开始哈，第一条的电报线路从我们高雄的旗津到台南的安平，54公里。1877年建造完成开始哈，那我们台湾也是跟着世界电信科技发展的脚步，亦步亦趋哈，逐步的引进电信科技，然后来逐步的建设我们的电信网路，才有我们今天无远佛界的行动电路，行动网路也好，固网宽频网路也好，所能够提供的各项多彩多姿的服务了哈，多彩多姿的服务哈。那在这样一个服务底下呢，我们借由这样的网络，我们才能来享受这样的服务哦。那我知道哈，尤其是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的，注意听啊，小朋友注意听啊，你们最喜欢的电玩游戏也是借由这样的服务来提供的。所以说，电信网络重不重要？要不要了解电信网络？要哈，好 ，OK。要了解电信网络，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所以你们要认真看，仔细听，用脑筋想，那脑筋里面一定很多的疑问，没有关系，有疑问的话就跟我们导览的叔叔、伯伯、阿姨去问，好不好？一定要这样哈。那因为事实上，中华电信是国内电信产业的龙头，那我们事实上我们对。善尽企业责任这件事情，我们是念之在之哈，也是我们企业很重要的使命哈。所以我们在18年前，刚刚所长有特别提示的，我们就跟科工馆合作，来筹设一个这样的一个展览的活动哈。那我们在15年前，
我们就说把这样的一个展览的活动呢，啊，推广，哦，举办活动，主动邀请，除了，哦，一些自行来参观的民众以外，我们主动邀请我们类似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学生来参加哈，啊。那总共已经有将近54所学校，哦，4380位的学生来参与这个活动，你说棒不棒啊？哦，所以说今天我们各位恭逢其盛哈，来做这样一个参观，我们非常的谢谢你们今天的参与哈。那最后我还是要谢谢我们的校长老师们哈，因为我的恋人也是在教育界服务，那我知道说带学生出来活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的帮忙哦。那更要谢谢我们那个馆长这边多年来提供我们这样好的设施。啊，让我们的电信科技可以在这里充分的展现给社会各界，还有我们的新兴学子，我们非常的感谢哈。那最后的话，我要谢谢哈，谢谢我们今年高雄演出的工作伙伴哦，今天我们来了非常多的工作伙伴哦，很谢谢他们哦，没有他们的协助，这个活动是没有办法办的哈。那最后，我要有一个通关密语，小朋友注意听哦，有通关密语哦，好不好？我喊中华电信。你们教材永远走在最前面，会不会？啊，有中关通关密语答完了以后，等一下到上面去通关就很容易哦，好不好？好，那我们开始喽。中华电信永远走在最前面。谢谢你们，我元气满满，谢谢，谢谢。谢谢孙副总经理。请孙副总经理代表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致赠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李馆长纪念品。两位请留步。接下来我们要请李馆长代表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回赠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纪念品，有请孙副总经理代表接受。双方互赠纪念品，象征双方友好关系长长久久。谢谢孙副总经理，请您先回座。参加活动的学校，感谢他们今天热情的参与。首先邀请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李秀凤馆长代表科工馆致赠参访单位纪念品，因为动线的关系，请受赠代表由左边上台，上台前也请先拿下口罩。有请高雄市三民区上平国民小学陈龙斌校长上台，代表接受。有请高雄市内门区木栅国民小学刘俊南校长上台，代表接受。有请高雄市大树区孤山国民小学洪丽琴校长上台，代表接受。高雄市内门区西门国民小学王鸿章校长上台，代表接受。有请高雄市美浓区福安国民小学庄中林校长上台，代表接受。请高雄市美浓区龙山国民小学陈永宏校长上台，代表接受。谢谢李馆长，李馆长请先回座，请各校代表留步。接下来我
我们要请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运处孙明元副总经理上台，代表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致赠参访单位纪念品。有请高雄市山林区上平国民小学陈龙斌校长上前代表接受。谢谢。谢谢陈校长，有请高雄市内门区木栅国民小学刘俊南校长上台，代表接受。谢谢刘校长，有请高雄市内门区，高雄市大树区乌山国民小学洪丽琴校长上前代表接受，谢谢洪校长。有请高雄市内门区西门国民小学黄鸿章校长上台代表接受。有请高雄市美浓区福安国民小学庄中宁校长上前代表接受，谢谢庄校长。有请高雄市美浓区龙山国民小学陈永宏校长上前代表接受，谢谢孙副总经理及各校代表。我们台上的贵宾请先回座。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运处孙明元副总经理上台代表接受。Thank you.
让我们为今天的盛会留下一个美丽的画面。请大家看中间的镜头。台上小朋友请先蹲下，不然我们看不到。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致赠给贵宾的这个伴手礼啊，其实这是我们客工馆的文创品。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呢？怕没有介绍各位，各位会打不开。因为客工馆的一个重要馆藏就是机关所，各位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到那个动力机械厅，我们有一个展区是特别展示我们的机关锁，就是许多的这个古时候的一些锁哈，那它里面都有机关的。那我们的一些文创品也都是用这种机关锁的方式设计的。各位看一下，旁边有一个钥匙啊，然后这个钥匙呢要插进来这里面，好，然后往下压，再把这个旁边的这个插烧把它，就是锁把它拉出来，然后呢再打开来，才会看到里面的东西哈。那不然其实里面是什么东西不重要啦哈，各位可以放你任何喜欢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没有，它真正珍贵的是这个盒子，因为它不是只能当这个酒的容器，我们把它拿来当外包装，那事实上它是可以存钱的哈。各位如果要把它当存钱筒，它也是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打开的话，它也是非常安全的哈。那可是如果你要再把它锁起来，还是要把它插下去，好让这个锁再插回去，好，然后这样就锁起来了。这边有一个也可以把它吸住，这样它有一个磁吸的效果，会把这个锁可以吸在旁边。那我们特别介绍，也欢迎各位如果有时间可以到动力机械厅看一看我们的机关锁。谢谢各位，谢谢。